你干嘛来？弄的红泥呢？这红泥天怎么样？不了，这颜色挺正的吧？嗯，我去工了，可以下单了。你还会下单？啊，我都不会下单的，来下里看一下，来，看我怎么下的。这下单都不洗啊？洗的干嘛？腌好了吃时候再洗。他这下单也太脏了吧？蛋壳怎么厚？没得事，脏两个腌不里去也脏了。你爸，我这也知道你腌的为什么那么好吃。嗯，闻起来臭烘烘的呢。是的。嗯。哎，对，这盒还有个蛋呢。啊，这张我看看。哇，这盒蛋这么大。嗯。这行拿个麻燕。啊，好。你看这个鹅蛋多漂亮，洁白无瑕的。你看这是软鹅蛋，一捏就趴下去了。哎呀，阿芳一个人在外削苹果吃了。嗯。妈给你去了。哎呦，可心的小屁股真灵呐。嗯，摇头吧。对象。放在这里就行了。呀，之前我们家腌的那个咸鸭蛋，土都变黑了。你爸最擅长的就是腌这个臭鸭蛋，大娘的最爱。奶奶，这鹅洗好了，你拿去烧去。乖，奶奶今天来吃饭，炖只大鹅。你看看，好新鲜。我吃大鹅。我知道你要吃大鹅，你怎么左一边右一边提醒你妈呢？妈，妈把留个鹅腿给你吃啊。啊啊！哎呦，小馋嘛。你看这一肚子里面都是鹅蛋，给它改道。好，铁锅炖鹅，搞起来！没得，鹅爪也洗好了，快，我马上放在里面一起烧。好，那我来烧锅。好，烧了，再把香辛料放在里面一起炒。哎，来点老，好吗？我的香肥出来了吧？出来了，加点黄豆酱炒，把鹅给炖上，等师傅来弄就完事了。没得，下次给你来打电话了。啊，下次给你来打电话，你他他心里有急，或者走路在跌跤呢。也是啊，妈想的走的，算了，我去打电话了。啊，好。没得上什么，吃点那么香啊？哎呦，那来了。嗯，来。快吃，快吃。哦，好。乖乖，你搞这会烧过的。啊啊。喊太太来烧呢，你身上都烧脏的了。我上次他，我就是擦脏啊。擦脏了。啊。哦，看看，哎呦，这个小手都嫩哦，不能烧过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。人群里藏着一扇门，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。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我有个我们，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，常让我往远方出神。哇，炖的香呢！哟，乖乖，哟，够的！哎呀，小虫正来劲，那给你这个吃，少吃。哎，啃。加油，干杯！我拿，我这烧的怎么样？好，不闹。关键下来正香。我拿，这不是鸭子，嗯，这是鹅腿，鹅腿，鹅腿啊！哎，我吃到现在，我说鸭子都。那男的得多吃几块。好，多吃几块。你干嘛笑的？管你妈笑的，看我讲错的了吗？吃太阳跟下膀子，鹅膀子，鹅膀子，我这个是鹅，鹅膀啃不动。哎呀，看啥子？我下次这个鹅跟鸭子得多上一点给你们吃，这都分不清了，分不清了。到底年龄大的，把鹅的鸭子分不清。鹅的我能分清，我只管给儿子啃，我不啃。他妈的，鹅膀子我啃了，这个腿给金哥打个腿。哎，就你了，阿妈，你的主人，额头，吃额头有人求。今天有人牙疼，这个留完给大杨吃吧，我要吃鹅膀子。哎呀，你不要给他吃，你自己吃。牙疼啃不得进去。你自己看，一个额头还想来想吃的。嗯。哎，好烫。我得来个鹅掌。哇，香！我，他那爪子确实是，对。是吧？嗯。爪子，我就先拿爪子。先拿爪子嘛，我也不想下蹲下腿嘞。是啊。
拿两三块钱回来。现在，我那口红的假牙比我假牙来劲，比你假牙结实，比我假牙结实。那你不要羡慕，过段时间我也就带你去像一个跟我妈一样的牙齿，吃东西更来劲。好，想啃什么肉就啃什么肉。好，我等着等着。嗯，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快大洋正帮想吃大鱼了，洋你不要上面子了，你快捡鱼喽。哎呦，那妈个心里个都横起来了，还有吃的吗？放入去腥无尽客，爸，我们买了贴个饼，爸。但是饭也不用煮了，对，计时吧。还有豆腐，我买了点豆腐呢。哇，这个也计时。哇，铁锅炖鱼加豆腐，好香。阿斌，嗯，我今天给你捞一手铁锅炖鱼，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饿吧？定了。能不能麻烦两位大师帮我贴下饼？阿金妈饿了啊。这饼我来着。麻烦阿姐忘了蒸，放几天。我要上，吃好的。哇，晚上到阿姐妈家住就可以时常跟阿姐妈切磋厨艺了。你的厨艺关键没有阿姐妈好，关键阿姐妈的这个铁锅炖鱼关键我是从小吃到大的，以前小时候就在阿姐家吃。你看阿姐妈贴的就是皮，阿姐妈贴的饼跟我贴的就是不一样，阿姐妈比我贴的还要好。好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我看到我在看嘛。哇，等一下就快吃喽。算了，咱多吃那个，吃的不少啊。哎，你中午不要吃了，都给老表吃。管。来，坐下来了。来，坐下去吧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好好好。小胖子，你不吃饭吃了干嘛呢？快点给我们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吃饼了。来，给你一个碗。快吃。今天还五个菜了，快试一下。哇塞，你看阿舅妈贴这个饼太细了。阿舅妈，来。哎呦，好好好好。老妈，尝尝阿舅妈的手艺。哎呀。搞得不牢，对不对？这搞不懂，有鱼不吃，怎么先吃饼哈？哎呀，吃饼吃鱼一起嘛。嗯，就感觉像吃锅巴一样。老板客气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你找一块大的哈，这个。搞一碗，客气的。胖子今天讲，我特意买了一条大鱼。这鱼多的，绝对可以。可以吧？入围了。嗯。哇，你看，我们一家人围着锅边吃。哇，哥舒服啊！舒服。你吃这个鱼就不是饲料鱼，是吧？坐下来，又闻吃到鱼皮了，闻出来了。那必须的。你看老表就是他调侃。是的。来吃船，到到船。嗯。到这边。来，老表。嗯，来，大鱼。哎呀。哎呀，拿了蛮小的，今天别扎到嘴哈。哇塞，来一碗，哇塞！哎呦，这四个小菜就是百十了，都来吃哈，都吃这个铁锅炖大鱼了哈。来，哎呦妈，来再来一勺，来，使劲吃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哎呦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这鱼都是骨头，那我慢来一勺。我碗里还有呢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妈，今天这个大事算是解决了哈，哎哎，心里踏实多了。感谢老表，哎，舅妈的支持，感谢，干杯，来，干杯，拜拜，我们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